曾經有人講過，拾起鮮花，然後種出大廈。究竟是保留傳統好啲啊，定係追求創新好啲咧？究竟最後是不是會摩天都市大放煙花呢？今天我們來到九龍城，在這個不斷被發展的地方當中，一起探討一下有什麼值得被保留和發掘的事情。慢什麼文青啊，走啊。